咱们家地暖为啥洗完以后还是不热啊？其实呢，洗地暖只是解决不热的其中一项。咱们打开阀门看一下啊，看这个也堵的，基本上处于一个堵塞的状态啊。然后这个分水器拆开以后啊，这个小眼一会儿咱们拆下来看一下啊。咱们看一下啊，看了吗？全都不行了，你看，看一下，看这个。咱们给它拆下来看一下啊，这个这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有问题啊，看这个，一点点的也不通啊。由于它之前的这个地方全部堵了，咱们直接把这个主管道给它更换了一下啊。像这种的大体的阀门，它这个眼比较大啊，那种呢都堵死了啊。另外，咱们如果说进回水接反的情况下，室内空间比较小的情况下，咱们可以在外边管道井里边去倒一下。看，这就是今天洗完以后的，还是这么脏啊。